You.
他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他是一位印第安人，他叫Edgar，他是跟着我们一起巡演，跟着我们一起玩，是我们的家人。今天他作为我们的乐队的一个新的一个成员，和我们一起玩音乐。大家来欢迎这个来自远方的朋友Edgar。